风景秀丽的古城城市，而是我们在座各位嘉宾熟知的鉴真大师的故乡和汉文学之都，韩国的汉文学之都崔致远的第二故乡。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是先后与日本的横滨、鹤目、奈良、韩国的丽水、龙川、济州、大邱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而今扬州与日韩的友好交流已在全方位都领域开花结果。接下来我将从三个方面向大家简单介绍扬州与日韩地方政府间的交往。以文化名人为纽带，打造对日韩交往品牌，鉴真大师被奉为日本的立宗之祖，他慈悲普渡的情怀，海纳百川的胸襟，以及坚韧不拔的品质，始终感染着我们。东渡日本1200年后的1980年，在邓小平先生的关心下，日本唐召集寺深沐孝顺长老情，护送鉴真大师塑像由日本来扬州展出，参观者达18万人之众。2010年，我们和奈良市共同促成了日本东大寺鉴真大师塑像回扬启程，举办了鉴真精神论坛，两市市民共同捐资建设鉴真烟花大道等活动。2016年5月，扬州文峰寺和日本仁森寺联合主办了新鉴真像共度活动，两国圣人共同护送一尊新鉴真像沿着当年的线路东渡日本，供奉于京都仁森寺，成为两国友好的新鉴真。崔致远先生曾在扬州为官五年，创作了著名的《桂苑批评文集20选》和大量的文学诗篇。基金会主席曾引用“东国花开洞，湖中别有天”等崔致远诗句，强调中韩友谊。扬州也一直致力于留存崔氏遗迹，研究崔氏文化，促进中韩友好。2011年，扬州举办了来自新国的友好使者崔致远与扬州团结展。2007年，崔致远纪念馆在扬州正式开建，成为中国外交部批准的第一个外国名人纪念馆。纪念馆已成为韩国游客来扬的必须景点。此外，崔致远过游记活动也已成为扬州非韩交往的口袋项目。每年10月，韩国崔氏中央风金会代表团都会来华到扬州祭祀祖先崔致远。以友好合作为基石，积极推动政府层面补偿与民间往来。多年来，我市主要领导数次在代表团访问日本、韩国，多次在日韩主要城市举办组织说明会、旅游推介会。在日韩友城政府代表团，日韩友城政府代表团也几乎每年在扬州参加烟花三月、国际青瓜旅游节等重大活动。这里我还想特别感谢21世纪韩中交流协会会长金汉辉先生。金汉辉先生致力于扬州与韩国的友好合作，多次率代表团来扬考察交流，包括2006年陪同韩国前总理李寿臣来扬访问，他也被评为我们扬州的城市贵宾。提到民间交往，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日本鹤目市的三位友好人士。扬州市荣誉市民施兆秀老先生一生来扬88次，去世后更是将一般骨灰留在扬州。他为地方友好和祖国的贡献，至今仍为扬州市民所怀念。鹤目市议员何坚何南先生30多年来力推扬州友好交流。2003年，他牵线日本西武新闻社，与扬州市政府合作举办鉴真马拉松赛。如今这项赛事已被国际田联列为竞标赛事，每年有30000多选手参赛。另外，在鹤目市民小鱼进行积极推动下，鹤目吉利少年足球团自1986年起，连续29次访问扬州，在2次青少年中播撒了有力的种子。以三方联动为平台，进一步加深了解和友谊。1982年，我市与日本横滨市结为友好城市。1993年，横滨市介绍韩国友城丽水市给扬州。从此开启了三国三市友好交往的格局。此后，
三是县会组成了市长会，发表了三是市长宣言，而由三是人民主办的围棋交流赛已连续举办了19年，现成为扬州、丽水、长汀之间友好交往的品牌活动。2014年4月，第9届东北亚名人会在扬州举行，包括中国前副总理郑黑典、日本前首相福建昌福、韩国前总理李鸿钮在内的三国智能人士齐聚扬州，共商东北亚合作经验。通过这些年开展的日韩地方交流，我们感到相互间往来越频繁，友好合作的基础就越扎实。当前在扬州投资的日韩企业已达200多家，我们与日本友人每逢5周年还举办大型纪念活动，朋友越走越亲。为此需要在产业、教育、旅游、体育、青少年等更广泛领域开展交流合作，并且支持社会各界和民众多主动常来往。我们还感到市民作为交流的重要主体，可以起到润物无声的良好效果。习近平主席讲过，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文在寅总统去年访华时曾提到两国民众心连心，福建昌福先生参观扬州大明寺时也曾在建成纪念堂手书汉字心连心，寄予中日友好。东亚文化都看重心灵相融相通，也正是情结情缘，贯穿千年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交往已成为扬州与日韩城市间特殊的情感连接。我们要在现有基础上面向未来，进一步巩固与日韩城市